球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第一点的防守很到位，那我空中换手行不行？第四球，伯顿突破犀利如风，怎奈此路并不畅通。狭路相逢，小弟朱俊龙送您个火锅，温暖过冬。第三球，上海大比分战胜山东，冯莱30分14篮板，表现抢眼。脚步扎实，强打内线，力量与技巧完美结合，尽显技艺精湛。第二球，青岛对阵新疆，转换进攻，荡气回肠，吉林抢断精准，摩尔特里甘做嫁衣，看我乘风破浪，展翅飞翔。第一球，深辽大战第二回合最后一分钟，比分依旧焦灼，关键时刻张镇麟眼疾手快补篮成功，帮助辽宁完成准绝杀，继续领跑联盟高奏凯歌。